opening 呢，我觉得可以引用最新流行的考题，小一考题，喜欢等于爱吗？喜欢不见得等于爱，可是标准答案喜欢等于爱哟。什么鬼啊？这真的是新闻。喜欢怎么会等于爱呢？这是标准答案哦。所以呢，真的爱一个人呢，那是应该怎么办呢？爱不到你求一世，怎么不可啊？什么求一世？爱你得要求一世啊！啊，最近就好吧。可是有很多是这样啊。所以呢，爱一个人呢，真的喜欢一个人呢，就应该让他幸福，让他快乐。所以呢，放手或许才是拥有。那我们来带来这一首《蜘蛛》。